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嘉欣，欢迎收看由三澳门特约的天气报告。现在跟大家讲一讲今日7月21号的天气先。今日的天气天晴，部分时间是多云的，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，相对湿度就是介乎 57% 至到 83% 之间的，气温就是介乎摄氏26至到31度，吹轻微至到温和东至到东南风。而今日的空气质量指数就是介乎13至到25，空气质量水平是属于良好的。而收一下听日的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和高密度住宅区就是5至到35，空气质量水平是属于良好的。至于一般性监测站就是15至到35，空气质量水平是属于良好。是啦， Bobby 说听日的天气就是天晴，部分时间会多云的，看一看卫星云图啊。预料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就将会持续影响本澳的天气。好啦，一齐睇一睇未来几日嘅天气情况啊！咁啊，预测咧明日嘅天气咧就比较炎热，大致上咧就系天晴噶，仲会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添。气温咧就系介乎喺摄氏26至到32度之间，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。咁由于咧就系天文潮嘅关系啊，咁所以咧喺早上大概7点至到10点之间咧，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嘅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咁星期四咧天气比较炎热，以及咧就系天晴噶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，气温咧就系介乎摄氏27至到32度之间。而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气炎热多云，部分时间会有阳光，同样啊都系会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噶。气温咧就介乎摄氏27至到32度之间。好啦，一齐睇一睇中国各大城市嘅天气情况啦。北京多云，24至34度；上海有雷暴，29至37度；台北多云，27至35度；厦门多云，26至33度；广州天晴，26至35度。而喺亚洲嘅各大城市方面咧，首尔系有雨，23至30度；东京有雨，21至26度；马尼拉有雷暴，25至30度；曼谷有雷暴，27至33度；新加坡多云，26至33度；雅加达多云，24至33度。好啦，一齐睇一睇欧美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。今日嘅天气报告完毕啦，拜拜。